哎，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必然会跟这个集团捆在一起，跟他的命运是不能分开的？没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就你爸去会生气吧？对呀、啊，真的吗？现在还我真的还在怀疑，我真的。其实我的兴趣爱好也挺多的呀，没准我以后也干点别的。最想因做为你什想当 CEO 真的是很累，我觉得我也不太想一直这么累吧。那当你比如父亲决定说让你来做这个联席的这个 CEO 的时候，你是什么？因为一每一开天始的，特别的慌乱，对。因为像我这样的情况呢，你肯定不是说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跟人家一步一个脚印从下面一点点上来人是不一样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对你最头疼的，的。对人的把握，还有特别害怕对这个行业的趋势有误判。啊，对，因为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那么大一个组织吧，你一开始在上手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害怕这个脚底下不踏实，而且真的是每天早上4点钟，自己脑子就想事儿想醒，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我这人心挺大的。当时公司应该是5万多，还是当那时会儿也是六七万七人万了，六七对对万，对，所以那么大一个组织吧，我就是说想了解这个组织，到底在别人眼里、心里是怎么样的？你只能通过面对面的聊，什么层级我都聊，我的时间全部都在聊。我一天有的时候聊十几个人，就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说多了话会不会这里觉得很压着慌，我就会就完全这里喘不上气的感觉，就这种。他们后来翻出来那几年前上任的那张照片，我看还有那个吃瓜群众点评说，哎，还穿一身 Chanel，然后什么表情还怎么样？其实我心想，大家点评都挺对的，其实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找着北，我觉得感觉就是胆儿挺大的，我感觉，你坐这个位置，其实你要处理巨大的一个规模问题。那现在，比如回忆起来，你觉得这4年你给这个组织带来什么变化？你作为 CEO 带来的，觉得就是说专业化。我们在全国有10亿只的禽的屠宰量，我们有200万吨的肉的这样一个量，这个规模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样的规模，我觉得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其实就到这儿可以了。你怎么面对这种规模呢？你会把它怎么分解呢？比如分解成因什为这个组织来完成。我不是说以前没有专业化，但这个专业化不够系统。我们有一些体系，我们有一些规则，但毕竟我们才只有30年，我们要做一个百年老店，想基业澄清的话，我觉得这里面的东西一定要特别能够经得起。我们在国内，大家会觉得说优秀的国外的企业，太这个一板一眼了，流程太长了。它确实通过这些流程有一些耽误，但是好是好在他们真正对组织的这种认识，对规则的这种认识，他们最后真的是实现的是制度在管事情，而不是人在管人。我觉得我这一代，我觉得要做的就是把从人来决定事儿，靠一个人来成败，变成一个组织、一个体系，打造专业化。我觉得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那种兴奋感最强烈的就是多巴胺分泌最强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看到业绩的报表的时候，那种结果的时候那当然会上这样一个位置，这么大一个组织，你做 CEO 啊，这些是真正要扛业绩的。对，以前是后面你总是有人可以靠嘛，现在就逃不掉了。这种危机感始终很强，是吗？始终很强。始终很强，否则怎么可能早上4点睡不着？现在好些了吗？没好些，还我是这从样？小就是被打压出来这种危机感。那天早上我很不舒服，8点钟，然后我爸说那个 Angela 呢，就是问我嘛，然后那个老公说 Angela 在睡觉，我就听见我爸说 Angela 不可能睡懒觉的，她从不睡懒觉。我蹭过去后，我爸我确实在睡，我8点我确实不舒服。就那种从来就不让你这个睡懒觉，不让你太舒服。太舒服，从来没有过。然后我小时候几岁去广州旅行，所有包都我背着，并没有说给你刻意的创造那种，要宠着的感觉。比如说，现在回忆起来，那2、3年自己开小店的生活，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我觉得没有那么自我，我觉得这还确实有帮助。你看，我开那个小店哈，一开始我卖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喜欢类似这种奇奇怪怪的，然后就是那种好像有点特色那种东西。但是我发现我喜欢的东西都卖不出去，
第一个你贵，第二个你太奇怪了，不好搭配衣服。你必须得很多很多衣服，你才好搭配各种不一样嘛。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太自我的去对待商业，你一定要这个从消费端来。我觉得去自我化，这是对我特别大的一个大的改变。还有就是成本意识嘛，我跟一帮做小百货的在一起，他们真的算得很精的，今天花多少钱，端到端，这其实就是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哪那么高级，就这么回事儿。今天出门我拿1000块钱，这到这花了多少钱，那到那儿花了多少钱，怎么能还能省一点儿？不就是这些事儿吗？对，那时候你父亲已经非常有名了呀，应该是开始评各种榜单，已经是最，对，就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跟他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媒体嘛，然后跟他其实是没有一起出现过，也没有。怎么就决定停止了呢？要回到家里也没有逼我，你自己干一个小摊儿，天天打交道的是地痞流氓，跟我爸出来吃顿饭，那大家聊的都是一些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然后我们正在做什么，都是很正面，然后你自己有虚荣心嘛，你打交道的层面不一样，这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就说你的经历，你所有这个过往一直积累到今天，你读最好的学校，你见这个各个层面最优秀的人，你最后用在这上面，你总是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甘 的，就是说你总觉得自己可以更好，因此那有这样一个平台，你自己内心也拧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幸运吧。我们的蛋白质都是你们提供的是吧？我们吃的所有的基本很多很多基本上大部分就是我的，但是就是会比较小一点。这张的什么时候拍的呀？26、27岁。对，这个陈曼拍的。对，陈曼的调调哈，主要陈曼修的。对，然后这是我们的猪啊，在哪里？这猪场就在山东那边。对，四川是不是也有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然后这种养猪场就是完全封闭的，我们自己进去的话都要全身消毒洗澡，还要隔离一天。那这么养出来的猪，它什么时候被杀，就是被变成猪肉呢？1年2次。我原来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难去绕过的一个心理上坎儿，就是去看屠宰场。我觉得始终它是一个，对吧？所以其实这事儿我也挺长时间。后来我看到他们都会有去修一个庙子，然后就也会去给他们去超度啊什么的。但是这个还是要花时间。对，我觉得最重要是自己要说服自己哈。别人怎么说？那现在说服怎么样？说起这事儿，我还是对不舒服了，对不舒服。哲学层面上还是没想清楚呢。对，坐吧，坐吧，好，坐吧。好。这边的话有一条路叫新希望路，是以我们公司的名字来命名的。这附近有很多房产，像包括这些都是我们开发的。比如说你在这城里乱转悠，这也是你们家的，那也是跟你们有关系，那什么感觉？所以成都对于我来说真的不一样。这不是说是不是我们家的，就是好像我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变发展。而且大家都很认可你的这个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回到这里来，我觉得很窝心，就很安全。特别安全的感觉。给你一个小礼物，我们做的日历啊。谢谢。今天特别应景，我看我就笑了。我在这儿黄金时代适合你啊。适合我。对啊，我觉得我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吧。一开始回来做，因为我们还是以农业为主嘛，以前食品还少。所以个人不论从兴趣这个角度，还是从熟悉这个角度，都是没那么强的这个主动性的。但现在越做吧，越觉得接下来10年，我觉得农业大有可为。真的是。包括你希望比如说这种传递嘛，这种家族的这个传统传递吗？你是指精神上的传递，还是这种财富上的传递？包括这个组织吗？你会希望这种继续传递吗？我觉得还是看他自己喜欢。你包括你现在问我爸，他也同样说同样的话，他自己要喜欢先嘛。但是坑还是照样安的嘛，不跳那没办法，跳了人家也自我选择。他确实从来没有逼迫或者是故意的这种施压，从没有。比如那3年在成都瞎玩的时候，你说是有点其实某种半逃避式的，就是说你还是会意识到家里的事业会最终把你吸过去，会这种感觉吗？
我没有想到结果，只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就那种心情。那时候父亲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怕。其实你在他眼神当中，你会觉得在躲，你会觉得说你没有在承担更重要的，或者说是你没有体验过更这个有责任的事情。其实你内心当中是有点想逃避自己家那么大一个担子的嘛，所以有点怕跟他做深度的交流的。自己也知道自己在逃避，知道在逃避的，知道的，对。所以知道在逃避的时候，那种欢乐会更欢乐，对，是吧？有一点，有那一点，对，报复性的那种，这个宿命式的那种欢乐，对。也有对美国，在美国回来的负疚，很多的负疚。有哇，你好犀利啊，居然把这事儿给掏出来了。你现在管理这个公司。你是不是也更理解你父亲了？很多时候更理解了，我们也更容易沟通了，而且我们的信任多了一个层面。以前是纯粹的，就是爱，父女，然后现在就多了一种战友般的那种理解，以前 partner 伙伴。以前我在家里更多是帮着妈妈说话的，爸爸回家晚了，爸爸要是不懂得关心妈妈，全都站在妈妈边上说话的。现在我有的时候会帮我爸去这个跟我妈去解释，觉得其实也是。非常辛苦并且孤独的，很孤独。他现在会给你讲他的当时的孤独吗？他当然不会，还是从不讲、就老一代人那种绷着，他不会，他不会去给你讲那种孤独。但他有，你会给他讲吗？你的，我跟他不会。其实内心的痛苦真的是你没有人可以聊，我没有人可以比较，差异很大。每个人仿佛都是孤独的。你现在遇到这种孤独怎么排解？来喝一杯。哎呦，来，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酒啊，但是我感觉比较轻，比较清爽，配火锅比较合适。我以前都喜欢那种特别时尚的，然后特别 modern 的东西，现在我发现越接地气的东西越逗。我介绍你们档节目叶文姐，叶文有话说，查一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她这档节目，超级解压。那我明白就不能记呀、你听啊，你没长脑子。他们家是上一个属猴的。我说的是你没长脑子。就棒喝那种感觉，对，所有成功的事情都是基于人性的，都基于人性的弱点的。但管理也是基于人的弱点的，是吧？必须要面对人的弱点这一面，而且，那这善于利用吗？对啊，善于利用。那对你来说，这个东西难吗？我嫩吗？管理的话，我觉得很多就是要基于人性跟组织的。这东西比较高级，我觉得，当然我还在学了。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会不那么让自己舒服。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要理解他的弱点，而且有时候甚至要利用这些弱点。往里中，这不有时候你会觉得有道德上的这种感不舒服的感觉吗？不会，一开始我就不会。跟你的目的很有关系。你最后想有什么目的？只要那目的最后是站得住的，我觉得还是就事论事的。我觉得还好，我就不会。这只是技巧而已。这只是技巧而已。首先你的目的得正。你刚才说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那最挣扎的时段是哪一段呢？开小店的时候吗？还是可能那段时间最挣扎。我一直就是对自己，我老反问自己，你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思考出来还是父母给你的？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反而我挣扎挺多的，因为像我这样的情况的，我觉得很多父母太强大了，你根本就找不到自我，根本不知道今天这个决定是你受他们的影响来的，是他们的决定还是自己的决定。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去问他，你分不出哪个是自己哪个是他，所以你没有安全感，你老觉得你把不住，有一天爸爸妈妈如果不能给你做决定，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自己独立的时候，你能不能这样？这个是我一直来反过来去要求自己跟自己对话最多的一个内容。现在还在是在对这种对话吗？有，还是有，还是有，但是没那么多了，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多积累出来了不一样的东西了。因为你不勇敢的走出去试的话，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见识你自己。那你觉得那会儿，比如你不开那店，然后接这个班儿，有被决定的那个成分吗？我觉得我妈有辅助作用。其实我还是很犹豫，因为我觉得，我会不会没有了自我，会不会笼罩在一个很伟大的人
的阴影里面。嗯，这是我最不想的嘛，事实上。我妈其实也劝过我，她说你要换个角度来思考，你从小住校，然后出国，出国回来以后在外地工作，你爸爸在你小时候创业，在家时间本来不多，他说你现在如果还在外面工作的话，我们这家人相处陪伴的时间就太少了，你如果现在回来的话，至少你可以把公司当家，当做一种跟他相处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家在陪伴这个角度上可以继续很好的延迟下去，为什么不好呢？你去补偿你自己缺失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我觉得我妈超有智慧的，就在这一点换一个角度看事情。但中国就我们这代跟父母之间关系都是普遍不好的嘛，普遍是紧张的嘛，他们不愿意去，都彼此都不好像都不愿意理解对方。你们家是挺意外的，我觉得我们家非常的非常不一样。我们家其实在教育方式上面是非常开放的。嗯，我妈会不停地教育我爸说你要去表达对女儿的爱。我爸一开始说我爱你的时候是在我从美国回来，然后我爸有一次特别生硬，你知道吗？他跟大声我爱你，就那种说，然后我也觉得很各色，但是我知道他是被我妈逼的要去表达。我真的我不知道说这个会不会大家觉得很怪，但是我真的觉得表达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我福气很重，是因为我们家里人都懂得家庭里面爱的表达有多么的重要，真的是。我发现这集主要是一教育节目，关于怎么培养的。我觉得太牛逼，我觉得太喜欢你爸你妈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我太喜欢他们了。他们真的是很少见这样的父母。说像以前父亲，你父亲早年创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企业包括这个行业，他是 follow 日本人怎么样，欧洲怎么样嘛，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现在你们会变成一个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不太一样了。比如说他有一个这么30年这么一个长的历史，然后有这么广阔的一个区域，对，就他给你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种对公司的认同感吗？还是我觉得反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别人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家族的辉煌史哈。在我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多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的，当我去梳理过去30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历史给到我们有一些好的转折的机会点，或者是政策有一些好的民营企业的这种一些开放口径，我们都踩到了这个点儿，并且提前了半步踩到这个点儿，这是很不容易的。那反过来想，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一定是这帮人一直坚持在这个事情上没有退缩过，第二个他一定非常相信这个外部的环境他不会变。如果他们几个不是特别正向的去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相信我们改革开放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话，他不会还这样踩着机会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外面的人会看起来他们会把它神化了，但事实上在我看到都是特别朴实最内里的这样一些，这个内心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都最简单了。比如说你父亲这代人，他们是其实在就判断觉得未来30年会一直很好的增长吗？市场会怎样？对你来说呢？因为现在你判断不仅是中国经济环境，也是包全球的嘛。你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认为未来这些10年吧，我觉得农牧跟食品是大好的年头。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个互联网还有移动互联确实它是一个时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绕不过的，我们就在节骨眼上了。而这个节骨眼本来它是很大的危机，同时它也是机会。当然了，在一个变革的时期肯定是有技术能力人去引领，但是它的影响范围是一波一波的，有些行业快一点，有些行业慢一点，而有些行业它依赖原来线下的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甚至更重要的，它越来越波及到后面的这些行业的时候，它更多的就变成一个工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不要怕，坚定的去改。好是好在呢，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它是一个当地去索取当地去销售，它没有说我拿这里的资源卖到外面去，而且它是一个很民生的东西。我们在埃及他们那会儿打仗也是要吃东西嘛，反而我们的很多原料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村民也都拿去吃了用了，大家反而还挺感谢你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狼性的行业。包括你比如说你14岁读书的时候，别人问你是不是还吃粗盐，那时候中国是个形象，然后不到20年时间里面，然后你们是去了要地方买各种东西，中国要去开厂干嘛，这什么感觉？我觉得很奇妙的。我们的时候到了，对，土豪，就对，就是一代人，你看，就这么一代，这种非常的 dramatic。
这什么感觉？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说一下。嗯，在美国的时候，每天都觉得好像得看大家的眼色，你知道吗？小丫头的那种感觉。嗯。而现在又不一样了，你每次出国，哇塞，全是中国人在购买，买买买，哪哪海关都说中文，美国人眼里出现了。那种那个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这都是很明显的，这都是很明显的。嗯，我英文也说的半好不好的，然后居然还能用我这个半好不好的英文，经常还跟国际友人们谈判。嗯，哎呀，我觉得感觉可好了，就一扫当年那个上课回答不出问题的那个怨气。哦、嗯，对，比如你观察你周围的年轻的同事，包括合作伙伴，包括谈判，就是你们这一代人、嗯、跟上一代普遍是这个区别吗？还是？嗯嗯，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习惯了从小就是听，就全世界听同样的音乐，嗯，吃到不同国家的食物，也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对于这些东西你有天然的包容性，比起上一代来讲、嗯、所以更容易去建立文化上面的沟通。嗯，我自己就是个四不像，我觉得老外很喜欢我呀，觉得我很西化、嗯、沟通很直接简单。嗯，我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我跟他们也其实也挺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沟通的挺好的，我觉得我就是个四不像，不也挺好吗？包括比如说你父亲创业的时候，中国人的差别不大的，啊，比差别不大的，是是是，到你这代人区别巨大无比了，是在那个塔尖上最顶、嗯、最塔尖那批人，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对你来说，它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嗯，对，我真的有点答不出来，因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她说我回过头来想，她说我们那个年代虽然说穷，但大家都穷，一贫而洗的、嗯、再辛苦但都是高高兴兴的辛苦，因为没有差距。她说你看你们这代人，嗯，环境完全不一样，条件完全不一样，你们的竞争多厉害啊，嗯，你们的内心是多痛苦啊。你会对比如同龄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吗？比如他们在公司里面奋斗，可能奋斗好多年，在那儿买不起一套房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问题，嗯，我以前不会有那么大的敏感，就到领导岗位上，我就觉得了、嗯，我最怕，我心虚的就是这点，就别人来跟我说这个，你对于，这个薪酬，比如分钱，年底要分钱了，嗯、对吧？嗯，谁应该多一点，谁应该少一点，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去看这个工作的表现，嗯、但你再下一级的人他们的需求究竟应该怎么样的话，你就觉得踩不到底，你不知道这个阶段的这个年龄的人他最需要什么。嗯，比如对你现在一个你自己个人，比如你是一个母亲，是一个这样一个公司负责人，那你也是个文艺青年，你觉得现在中国社会让你最忧虑的部分是什么呢？啊，这个肯定每个人剩女公司女生特多是吧？我看着好像一圈没有，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应该解决眼高手低的问题、嗯、就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有知识没有常识的感觉、嗯、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大家都很这个能说会道、嗯、但是真正的这个在实践的时候就眼高于手，然后就不能够这个知行合一、嗯、就不能够，就是你会说，但你会不会做？嗯，那么公司需要来承担这一部分所谓的专业的职业化的这样一个教育的话、嗯，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累人的。嗯，但是你也不得不做。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吗？你觉得？我原来有，嗯、我原来有，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自己还算好，因为我从小家里会比较在意劳动这个事儿、嗯。你就数鸡蛋你也得干活、嗯，出门你背包。嗯，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做这个慈善。然后我们到这种偏远山区帮大家做那个白内障手术，连续去了好几年、嗯、他说你看、嗯、像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们这种富家子女会特别的这个体会。我说我也不是啊，你做这样一些事情不仅仅是说哦，你去体会一种没有钱人的生活，或者说你感受一下社会疾苦、嗯、我觉得不那么单纯。我打那个杂工嘛，因为我们做志愿者、嗯、我们就是门口放人进去的，最后一例手术了，我们只能接最后一例，后面还排了一堆人、嗯、有的是年纪特别大的，有的是年纪特别小的，有些是很远之外、嗯、骑着马出来的年轻人、嗯、你怎么去选择？嗯，其实这些事情也是很社会性、嗯、这些东西也是你在这里面体会，它绝对是多维度的、嗯、绝对是你平时遇不到的这样一些抉择。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也去做这个什么支教啊这些，我认为不是不好，应该是很好的发心、嗯、可是我觉得
真正能够去改变现实问题的人，他一定是了解社会的，了解人民的，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构成的，然后这些现状是怎么样形成的。循序渐进有策略的去做的人，而且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社会经验、管理经验、生活经历的人去做更好。如果你要去投资拍电影，你想拍什么呢？哦，我基本上不会投资拍电影的。虽然我那么喜欢电影，但这貌似不是一个好生意。如果他需要你来支持他拍的电影，你会支持？他不要，他不要，而且他的这个，他现在这个年龄，可能他自己还挺想证明自己的，当然了，所以他特别还挺介意这些。你觉得你的家庭给他带来压力吗？当然了，对。但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哎，我由衷的佩服我老公的这个心态，就是他这种比较，他挺自在的。他自在，他挺自在的。他很自在，而且他比较没有目的的一个人。他当时最初吸引你是不是也是这些东西？还不是，当初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对电影感兴趣嘛，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那种，一个文艺女青年的这种。对对对，完全是文艺女青年。对对对，啊，对我老公也挺帅的嘛，对啊。你以前是很想拍电影，是不是？我觉得拍电影是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你在短期内传一个组，然后就在一个时间内做出来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可以流传那么长时间，这件事儿诱惑太大了。你觉得比做企业刺激？不，它流传那么久啊，这个作品好，它自然就基业长青了呀。你们天天在做企业，天想基业长青，寄托于一个又一个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停的这个更换你的组织，累不累？人家一个产品。就长青了。对呀，就长青了。那很牛啊，对吧？那对你来说，比如说把公司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就可以更放松去做自己想做，就是或者说你现在也没有那么强的。我以前老觉得这个问题是个 yes or no 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其实是个逐渐角色转变的问题，但它永远不会有一个我所谓的我想要的做的事情。对，没有，我觉得我会把职业生涯跟兴趣爱好去做一个区分，有一个主线的一个事业线在这儿，并不会说我完全离开它，我跑去真的干电影导演或什么的。你想过吗？如果没来这儿，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拒绝反叛到这个传统。以前春熙路到了晚上都是夜市，我以前开服装店的，然后所有的这帮时尚人士们，基本上就基于这个点和那个德克士那个点中间会穿梭嘛。那是小太妹吧？你这样子打扮的，开酒吧小太妹，还好，应该是属于他们跟我的外号是时尚先锋。哇，时尚那个疯，疯狂的疯，疯子的疯是吧？对，还没有时尚先锋了。哇，你这还很感慨吧？你朋友圈？当然了，所有的记忆都浮现了吧？那些不靠谱的男生都浮现了吧？哎呀，闪了腰啊，自己也不多，没有多靠谱，关键就是这家店，对不起，已经变成串串香了。就这个地方是吧？以前没有那么大，我只有这个的，就这么多吧。这是三个人票，从这儿到这儿。那你叫道边。你知道我们这一多么像这个吗？像那上面的字儿吗？那个。你知道的太多了，是吧？你知道的太多了，就这儿，就在这儿，就这儿啊！现在是人物犹在，这个景色全非了，对，倒过来了。所以现在实在说，就这个环境变态，就人面不知何处去，小店依旧笑春风，是吧？对呀，而且人家这个还开串香了，就在这儿，走吧。我们往这个新时代走。流水多少呢？一个月那时候记得吗？我有时候高的时候一天就能卖10000多。哇，可以啊！谢谢。可以的，可以，可以多多的有。对对对，特喜欢人家夸我，老跟人说，我说特别喜欢夸我，人越夸我越鼓励别人。我就说，但如果说后面没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已经的这个平台，你觉得你会折腾成什么样呢？按照你对的自己的理解，搞点艺术什么的。会变成一个开了几十家连锁店的小店的这种首饰店吗？会这样吗？我觉得我可能还会搞点那个更
更有创意类的东西，因为我喜欢这种东西，点子啊，创意啊，然后能够付诸实现啊，往这些方面。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是还是需要有 partner 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那种好像特别典型的生意人企业家，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有 partner。啊，怎么了？什么情况？这个不能拍，那我们就不拍了呗。不拍了，不拍了，不拍了，不拍了。